京剧是中国影响力最大的戏曲剧种，唱念做打的技艺各具特色，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。京剧以历史故事为主要演出内容，传统剧目有1300多个。2010年11月16日，京剧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。